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今日 NBA 数据专家 Justin Q. Botko 更新推特，晒出一张前 NBA 球员戴夫冰的赛场照并为其献上生日祝福，祝戴夫冰77岁生日快乐。 Justin Q. Botko 在推文中写道，戴夫冰于1966年首轮第二顺位被活塞选中，生涯共出场901场比赛，场均可以得到 20.3 分、 3.8 篮板、 6.0 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 44.1%， 罚球命中率为 77.5%。 戴夫冰生涯曾七次入选 NBA 全明星，1967年夺得 NBA 最佳新人，1976年夺得全明星 MVP， 并在1990年进入名人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一名后卫球员，戴夫冰在其前七个赛季场均可以得到至少20分，出勤率要在 50% 以上。NBA 历史上只有五位后卫球员能做到这一点。编辑 GOK Sun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